时间西班牙舞者 Danseuse Espagnole 这幅画创作于大约1920到1921年间，现在保存在巴黎的菊园美术馆。这是一幅与女性为主题的创作，画面非常的精美，色彩也非常的明亮。弧形的构图，画中三位年轻女子翩翩起舞。玛丽·洛朗琴在这一阶段的创作当中，给予了画中女子优雅纯净的体态、通透的肌肤和乌黑明亮的眼睛。在舞圈中还有一只小狗在欢快地玩耍，身后背景中的一匹马也加入了进来。洛朗琴这种将女性与动物的组合是她画里常常出现的独特形式。好了，下一节呢，我们会欣赏一幅西班牙绘画大师毕加索的作品，绘林时间，法国巴黎。